有点累了呢。那贝鲁，今天你已经倒昏倒了，别再勉强喽。啊，好好休息吧。嗯，不是的。哎，南德奈，没事，跟安杰你没关系。啊，我不会勉强的，放心吧。今天只是没睡饱罢了。啊，昨天没睡好，放心啦，没事的。啊，因为也是因为我们关在这里关太久了，所以有点累，没办法。确实也是呢，就这样吧。很温馨啊，你不觉得那些妖精煮熟都温热温热的吗？温热的妖精。啊，星系还没有变。シンシアってその幽霊なのね。シンシア是幽灵吧？そうですわ。没错，可以穿过墙壁什么的。那门呢？もちろんですの。当然可以啦。じゃあ私の代わりに，那你就代替我们去外面看看不就好了吗？安杰の代わりに，代替安杰吗？这个代价可是很大的哦。他都会吧？比如说。那你要しましょう什么呢？あれもいいけど，那个也好，这个也好，哎呀，好不舍得呢。要选哪个呢？总觉得你好在想什么不好的事耶。拜托就之后吧。啊，喂，我先说好，你的要求要在尝试的范围以内哦，安。見てきましたわ。看完了，怎么样呢？啊，それが，我也搞不懂呢。哎，まず首先呢、啊，哦六哦，是甜甜圈哦，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甜甜圈形状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哦，这个 Flash 就是美国的那个圈圈饼，我也不知道叫啥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 Waffle 啊，那个像是那个松饼一样的东西。话说回来，新西兰的脑子里都是点心呢。因为甜的点心，安杰不是也很喜欢吗？それにしても，不比起这个呢？新西兰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隧道是什么？长得像甜甜圈，然后又有一个长得像那个饼干，又有一个长得像松饼的。所以甜甜圈应该是蝴蝶饼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美国叫 pretzels， 对，美国叫 pretzel。所以长得像甜甜圈的可能是人头吧。Pretzel 可能是把人的四肢扭断然后折成那个形状。松饼大概就是把人打扁吧。应该是三具尸体。推理，哇、哦、可以推理了呢。首先是形状。啊，形状的话是一个，形状是轮子吗？圆形轮子吧。啊，因为是 donuts 所以是轮子。颜色的话是 waffle 吧，石头的颜色，天空啊，因为考虑到那个 pretzel 啊是赤茶色的，可能是石头。最后的是炼瓦的模样，板子的模样，炼瓦吧，因为是 waffle 所以像炼瓦吗？赤茶色的东西又像炼瓦，像瓦片一样。又是圆形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该是什么东西啊？赤茶色，然后圆形，又有瓦片一样的。哎，是井吗？是井吧？赤茶色，圆形，像瓦片一样的，是井吧？不可能是轮胎嘛？应该是井吧？叮叮，对了，是井啊。原来如此，那是井啊，我也不太明白呢。新西啊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井吗？知识知道了，但是我也不是很清楚。
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抱歉哦，安杰啊，难得代替你去了。嗯，谢谢。也没关系，我也很开心呢。啊，得到了和星西亚一起。看我超强，得到了师傅雷。好怀念呢。星西亚在这边吗？嗯，对了，我的安杰啊，有件事在等你哦。幽灵吗？幽灵啊，在作为幽灵一直在这边等你呢。嗯，又可以再去给一个那个饼干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还差四块饼干咯。安安，我刚打过招呼没有？我有点忘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又到了 Quickie 时间了。明天的新西亚会变什么样子呢？好像有点在意呢，睡吧。亚斯米纳塞，晚安喽。Koi， 声音。不是暴衣靠背哦，果然杀了他，果然果然杀了他，要被杀了，要被杀了！妖精们在说话。乌克西卡达塔伦和抓塞秀你啊，塔伦不在了。那塔宾的莫科莫那家伙也是毫无慈悲的，毫无人性的那家伙被杀了。啊，茨基尼亚要被狼给杀了，要被下一个狼给吃了。斯基尼，库洛萨雷科瓦达雷，下一个被杀的孩子是谁呢？那新西亚，新西亚。君も、あいつに食べるだんだろ？你也吃了吧？嗯，你也吃了那个吧？我大哭西瓦，我啊。还有两天，哎呀，快结束了。啊，生病变得更严重了。礼拜五，哇！早上了呢。嗯，听到了什么吗？那是贝鲁吗？贝鲁没事吧？哎，等一下啦，新西亚嘞。啊，你也被吃了哦！他说你也被吃了、哦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星西亚怎么不见？谢谢谢谢。哦，他是说 Kimi mo tabelo， 他说你也被吃了，谢谢。这房，哎，这也不亮了，这也不亮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赌博的也不见了。贝鲁，どうしたの？怎么了，贝鲁？安杰，安杰なのか？是安杰吧？そうよ，贝鲁。对啊，怎么了？啊，なんでもないんだ。没事没事，ちょっとそこで見間違いなんじゃってさ，看错了。嗯，看错了。そうなんだよ。だから安杰は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んだ。所以安杰别在意，别在意。そうなの？是吗？沙发怎么了？我没看到沙发怎么了？嗯。
哦，沙发流血了。大哥啦，撒，哎，不哭啊，白救过大哥啦。我没事。而且那个棉花糖也不见了，烂掉了吗？哦，瓦嘎达瓦，那我知道了。贝鲁怎么了吗？怎么？你刚刚好奇怪哦。到底？哈？誰の様子がおかしいだろう。是你说谁奇怪啦？別にどこもおかしくないよ。変なのはアンジェの方だろ。我才没怎么奇怪，奇怪是你吧？そう、是吗？不，我觉得你是挺奇怪的啦。沙发你好。门呢？门打不开。哎呦，还有两只小妖精呢。哎，还是差不多嘛，没什么变啊。そこいたのね、私のアンジェ，在那里吗？我的安杰。呀，新西亚。安杰さま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安杰大人早安。今日は素敵な朝だよね。今天也是很棒的早上呢。哎，本当だな。真的呢。今日もいい日となりますように。今天也是很棒的一天呢。棒你妹啊！哎呦，这个宠物的，可以把你搞点宠物。啊，やられるえに、やられるねに、やらないと。要做吗？要做吗？不做吗？やらないか。ねえ、安杰，安杰啊，你干嘛？什么声音？嘿嘿嘿嘿。吸血鬼啊！吸吸血鬼やってきた。僕らを殺してやってきた。吸血鬼会把我们杀掉呢！我们的孩子！啊，里面真是片净土啊！好了，我就住在里面，我不要出门了。里面真是片净土。我要待在里面，我再也不出门了。真是一片净土啊！逃避现实。哎，这边是这样的感觉吗？红茶罐。啊，桌子已经看不太出来了。这个衣柜我好在意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耶。干，即使世界再怎么样，我还要来赌个博，气死我了。世界就算即将要崩坏了，我还是要赌博，在世界的中心赌博。
好像没事可做啦，要睡觉了吗？一捆哦。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很累啦？贝鲁，我到底怎么了啦？有没有我能做的事？音乐。诶？我想听音乐。音乐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音乐哦。音乐我要怎么做？他想听音乐的话，那只好把那个……哎呦，你这妖精这么眼神死了。音乐，问题是也没有音乐啊。哦，有一个男人的娃娃坐在椅子上。诶，对好，之前没有这只娃娃。哦，有一个音乐盒啊，里面有什么呢？衣柜有什么呢？啊嘞，有个锁。啊，怎么办？有点在意呢。这个锁，我想想哦。哦，仔细一看，有个笔记呢。哦，他的年龄写在这里了。I write down his age here。他的年龄要怎么看来的？左转转吗？这应该是一部分吧。这应该是某个年龄的一部分吧，我想想哦，六、七，最右边是四吧，二一四 ，OK， 看到了二一四，啊，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开了。有一个古老的音乐盒，这是好怀念呢，以前有跟听过呢，拿点拿过去吧。贝鲁，你看你看音乐盒哦，我是看另外一个颜色啊，我刚开始看另外一个颜色，真的呢啊。这个 啊，以前有听过呢。这音乐盒快坏掉了吧？咪咪嘎一呆哇，好痛好痛！贝鲁，抱歉让你听那么怪东西了。嗯，嬉しいよ。アンジェ、ありがとう。これはお礼だよ。谢谢你，安杰，这是谢礼。得到了 short friend， 不知道什么，应该是糖果吧。哆来娜娜，太好了呢！但是这怎么回事啊？僕に任せて，交给我吧。来，你看修好了呢。まあ本当だわ，真的呢。那太好了，谢谢。嗯，好怀念呢。这个、啊、是以前我们妈妈的东西吧？So da da ne， 也是呢。贝鲁的妈妈，我记得，虽然记得不是很清楚，是个很温柔的人呢。Boku mo amari omoete nai yo， 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了。但是啊，ne 安杰啊，为什么妈妈会嫁到我们家来呢？明明是那样子的家庭，麻烦的家里啊。还有一直在，结果一直在生病，都是因为那个关系吧？理由？那当然是因为他，你妈妈喜欢贝鲁的爸爸喽。那跟家里怎么样没有关系的啦，是吗？でも僕はお父さんが嫌いだ。但是我讨厌爸爸。他可以じゃなくて，如果爸爸不在的话，贝鲁，贝鲁思い出る。
ベルに记得吗？昔ベルが強くなるためにどうすればいいか。私の聞いたこと。ベル想要变强的是吗？ねえ、アンジェちゃん、強くなるために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な？アンジェ、我要变强，该怎么做才好呢？ベル想变强。嗯。そうね、ベル还记不记得呢？ベル的妈妈所说过的话。真正强的人啊，是找到自己道路的人。然后呢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，然后最后相信着自己的人。你干什么？干嘛这么热血？啊，だからベル啊，強くなりなら啊，所以啊，贝鲁如果想要变强的话，首先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自己好好想吧。嗯，安杰讲，わかった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乖好乖。那么到，但是啊，贝鲁要长为大人还来不及呢，那大概再等个20年吧。那そんなことないよ，才没有呢，我只要5年就会长大了呢。哪边长大？我是说手腕啊，就会比安杰你还高了。啊，那是吗？那你就加油吧，乖乖。嗯，你现在摸我，我也不开心呢。可恶，你在傲娇什么？那个时候啊，说的话还记得吧？贝鲁的妈妈所说的。贝鲁的爸爸是个很强的人，所以说啊，贝鲁的妈妈才会喜欢贝鲁的爸爸哦。強い人が很强的人是吗？人ね，一定是啦。贝鲁的爸爸那么严厉对你，只是因为希望你找到你的路而已。好讽刺啊！居然被安杰这么说，那就什么嘛？我明明是特地来安慰你的说，说莫意瓦哟，算了。啊，想听音乐。安杰，吉嘎乌阿雷瓦，不是的，那个是安杰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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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杰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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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给他一个草莓果酱吧。啊，给他一个草莓果酱。各位，此安杰控啊，画面上全部都是安杰。安杰病吧。为什么有些小娃娃兵？娃娃兵军团？小小兵摸一下。哎，呀！哪里有？怎么了？怎么追过来了？啊！吓死我了！这样就过不来了吧？里面在枪战呢。逃げると思うなよ，你别以为你逃得掉呢。哎，你们小娃娃兵是不是自己？哎呀，钻过来了！啊！哎呀！啊！不知干嘛，不。哎呀，小小的士兵有10个人，要吃饭了。一个人啊，吃掉了，剩下还有9个。小小的兵队伍迎来了夜晚，一个人睡着了，还剩下8个。这种时候你还在犯什么安杰病？小小的兵队有8个人，那、啊、踏上了 Devon 的旅程。一个人说要住在那里，剩下了7个。啊，小小的7个人啊，
有其中一个呢从中间被切成了两半，还剩下六个。小小的兵部队有六个人啊，到了一个蜜蜂的巢穴，一个人被蜜蜂刺了，剩下五个。小小的兵队有五个人啊，要当法律，要学法律。一个人进入了大法官府，剩下了四个。小小的兵队剩了四个人，他们要去海边。啊，有一个东西被什么东西吞掉了，剩下三个。小小的兵队剩下了三个人，去了动物园。十个小印，对对对，小印第安人，对，他的英文是用那个 Indian Boy， 没错，英文是用印第安，可是他的日文就是用兵队。啊，有一个人呢啊，被一只大熊熊抓走了，剩下两个。小小的兵队剩了两个人，坐在夕阳边。一个人被烤熟了，剩下一个。小小的部队剩下了最后一个人。他把他自己的头吊了起来，之后部队再一个人都没有了。いなくなったのかしら？没了吗？でも可是何かしら？这什么样子啊？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样子好像在哪里看过呢？逃げて逃吧。这是刚刚部队掉的吗？啊，得到了奶油蛋糕。我说掉奶油蛋糕，你想吃哦？告诉伊达娜，肚子饿了呢。不要再肚子饿了啦，他们已经黑成这样了。安杰，哎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安杰，我拿食物来了。哎，你看他受伤了耶。所以，难道他弄食物的时候受伤了吗？他伤的还蛮重的。贝鲁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安杰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但是，我说我没事了啦，别管我。抱歉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对不起。三啊，好啦，吃饭的时间到咯。楽しいパーティーを始まりです。开始快乐的 party 吧。还真的好快乐呢。